包饺子喺北方新年有一家团圆嘅意思。阿兰藉住教授家乡小吃，拉近街坊嘅距离。喺佢做热，我哋自己动手做就难。原來啲師傅，今次我就學識啦，下次翻屋企包俾屋企人食噶啦，就好開心嘅。唔係淨係話煮嘢咁簡單，因為最主要的方面咧，係我哋大家共同分享，有啲嘢大家共同分享，給彼此呢建立一個機會，大家共同交流，增加大家我們大家之間的彼此之間的感情啊。一樣嘢先係最最重要嘅。帮街坊之余，阿兰亦都帮到自己。喂，老公整紧咩餸啊？哇，好嘢喎，唔该晒。做完义工，阿兰嘅丈夫已经煮好饭等佢翻嚟。丈夫亦都因为太太改变，感受到邻里互助嘅可贵。你咪成日喺屋企唔得噶，屋企嘅两个系嘈交嘅，咩同呢班女人啊乜啦，同時啊飲下茶啊傾下偈，咪好過屋企啦，好悶噶，冇嘢做。係啊，佢好理解我噶，依家好支持我啊！你喺佢我翻嚟佢翻送啊，都整好咗啦。而家咪覺得咧，大家啲感情咧有誇張一大步咯。有冇？公真有冇？有。老婆都靚啦。邻里互助可以帮助建立和谐社区，除了发展社区网络之外，不少天水围居民亦都在逆境中自得其乐，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。